那种状态，其实那种情绪其实就是你内心里的东西。就每个人都有愤怒，每个人都有那种暴躁的东西，平时的状态下不会去把它摆出来，舞台上你可以自由的解放，所以有很多种状态，有平静的一杯水的状态，也有海浪那种波涛汹涌的状态，也有一种海啸那种可靠的状态。每个人都感觉像猫一样，就是猫吗？你感觉他会很亲近人，其实他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我这里的虎比我大一点。其实我们整个乐队都是整个乐队都是那样的，生活中就是你看啊，陈宇在生活中也是温温吞吞的一个很温和的状态，但他去到了舞台上面，我就在想了，这一个憨憨的人在舞台上面在满地打滚，没有张力。赵台就更加不用说，他平时如果不是聊他感兴趣的话题，他平时是比较寡言的一个人，很奇怪。反正就生活中就是很平时。赵台跟门禁两个人，平时在家是几乎不出门的人，就很少社交。他认为蛮多人还是观念上还是没觉醒的，他不去承担那种普及的工作，除非在音乐里面。其实他有一部分说得很透，但有一部分也没有说透。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牛逼的创作者和批判者的。音乐是赵台的武器。其实做音乐最难的地方应该是你很难找到真的东西，很难找到真正有用的东西，真正是你能够学习到见识到的真实和真相。因为你发现你的创作过程中你需要这些东西，但是你怎么都找不到一个确切的你想要反映的这个问题的一个真实的描述。后面这种混乱所造成的，我希望它给人的冲击就是说它什么都不是，甚至它可以是一坨屎。因为当时我们的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和整个人的这种就是面对人性的这种真实性，我们是完全失控的。那么在这种失控的状态下，是不可能产生什么所谓的艺术，所谓的就是文化，或者所谓的你的精神表达。我认为那种没有意义的谩骂或者夜店骂什么什么这种的，就是我说难听点很傻，尤其是那些中国什么那些都是傻子，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态度上的表达，他们只是一种刺激到现在我们这些人的地点。虽然说我认为隐喻是有一定的这种就是说干预性，被干预性，但是它不构成我一定要去做隐喻的这个完全充分的理由啊。这个大家都了解，为什么我们有些东西不能把它说得太透，说得太透的话可能会招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第三部分就是你提到的霸王别姬的采样，其实是程蝶衣接受批斗的这个一个片段。战争没有让人崩溃，然后就是侮辱羞辱没有让人崩溃，然后这种就是说疾病或者说痛苦没有让人崩溃，反而是在这种群魔乱舞的情况下却让人崩溃了。这是我们现在所欠缺的一种对于过去的一种反思和深思，其实在电影里面早就表达出来了，只不过我们不允许被这么想。
象去描述梅卡德尔的话，如果你是在几年前问我的话，我可能觉着梅卡德尔像刀，但是现在我觉着梅卡德尔被隐藏起来了，那么它更像是一